好，我是小哈哈，有很多小伙伴想要我的随心配，所以今天我就整一个黑粉的随心配 VS 我的真爱粉的随心配，现在咱们就开始吧。先做个黑粉的，从垃圾桶里捡来的一个破箱，里边还有油渍，必须弄一个黑粉的。你怕别人不知道吧？嗯，怕别人分不清。好看的笔你就别要了，给你一支黑笔配得上你哦。真是黑粉啊你。看漂亮的胶带有点不配你哦，给你一点点就够你使一年了。哎呀。再给你一点紫色的，够我大方了吧。真大方。嘿，看漂亮的贴纸这么好看就给你了。嘿，还有这两张贴纸我真的都心痛的给你哦。还有一张这么漂亮的小贴纸，给你一个吧。这么呆萌的小鸭子就送给你了。你别笑哈。看这么好看的蜡烛啊，我都是亲手为你做的，看看这是迷人的小紫色，就送给你了。连蜡芯都没有。这么黑的颜色送你一个。这么漂亮的便签，我找一找哪个配你呢。这里送你一张这个颜色的，够你用一年了。嘿，这么好的快递就给你了，现在就打包真爱粉的喽。来个精致的小盒子，小马鼠的方方本还有它的梨形本都给你安排上喽。我心爱的小马鼠啊，送给你。还有这个小马鼠的小贴纸给你安排上喽，我可最喜欢喽，相信你也会喜欢。还有库洛米的小贴纸，小马鼠的小贴纸再给你安排一些，可爱漂亮的小便签给你来两本，我四款最喜欢的流沙尺子都送给你，这么多漂亮的小胶带都送给你喽，手账笔当然给你安排上喽，两管吹不破的泡泡，可爱的小夹子，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。点点胶，豆豆本送给你一个，我自己 DIY 的小发夹送给你哟。是不是你们跟我一样喜欢 DIY 呢？这些就送给你喽。小书签必不可少哦。这是我所有的小手串都给你喽，线条笔来一波，火漆大粒送给你一盒，封口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是想做我的黑粉呢，还是想做我的真爱粉呢？欢迎评论出来哟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喽，请大家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拜拜。